漫长过里，关乎城寨安危。你是他老婆啊？是不是来找你的？又是叫家人赔钱啊？上次你那些风流病啊，你都未好翻啊，好彩我同你分房瞓，如果唔系啊，你惹埋我啊！老婆，阿仔喺度噶，你唔好乱讲嘢啊！老豆，你叫鸡做乜唔惹埋我啊？啲书仔，呢啲老公咧，我就唔要啦。你中意啊嘛，系咪？嚟。